新康村要推动环保，有可爱的布偶做宣传。慈济志工也摆设了5个摊位，说明回收的重要。有啲咩系回收到，有啲咩回收唔到，等佢哋唔会觉得个回收，唔会觉得个环保系远在好远啦，离佢。绿在泽与永是政府和慈济在社区设置的第一个环保回收便利站，24小时运作，口碑好，就有人特地回家搬出要回收的电器，用行动来响应。重要环保，因为要想个地球人类可以持续发展，健康咁持续发展咧，贪念或者消费主义啊，去令到嗰、那个。周期啊，或者影响到生物嗰个周期咯。义工朋友们更是利用休息的时间结伴来参加。karena hari ini ada acara besar, daur ulang, jadi saya datang. 刚刚才现场都有5、6个，马上就会演，然后他们就是很感恩他们有这个上心爱心，然后马上就启发出来哦。用行动来疼惜大地，他们知行合一。大爱新闻香港综合报道。